1700年的静谧里，杭州最早的名刹凌构于山水中。飞来峰下，冷泉溪旁，摩崖石刻，隐于流光，一吟一咏，禅意回响，都市霓虹交映眼帘，一韵一染，半壁沧桑。灯红酒绿的人世间，隐于一隅，正如末法时代的信仰。20世纪90年代，黄雨欣首次到访灵隐寺这个文化大观。时隔20载，2016至2019年，他耗时3年完成了灵隐，呈现这一幅人作天开的奇妙之境。他寄情于自然，领悟关于佛性的思考。几何状建筑与映出斑驳质感的山水，形成当下和过去的呼应，让时间线索在画面叠加。他坚持用自我对话的方式进行创作，在闭视的状态下，异于喧闹和清静之外。